欸，所以庄志远没有打单打，他有打单打吗？单打明天。没有，我说他有报吗？我不知道，就是有没有赛程也没。好，我有，忘了注意，庄志远好像没打。单打是明天。我明天没办法了，明天要上课。哎，何董怎么没来？我在睡觉。你会从嘉义来？昨天我有邀他。哦。他昨天晚上回嘉义啊？不确定，不过他说他来等我等等。我们听第一桌。你是刚赢的呢？对啊。哎，我看我们拿纸板的在这里没有超过十个。有啦，那边说那边赖冠生，对啊对啊。不管男生女生。永兴他们碰到周冬雨。